格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。8月15日，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？穿越历史的沧桑，一个响亮的声音宣告：胜利。这胜利异常艰辛，这胜利淬炼真金，这胜利光耀千秋，这胜利世所敬仰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，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，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，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。为胜利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14年，14年血泪记忆，14年山河不屈。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，以前赴后继赴国难，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。硝烟归于浮尘，但伤痛苦难不能忘，不敢忘，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儿女致敬。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，致敬先辈。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。